十一二啊！往后看，手铐往后看，手铐往后看，来，手铐，来，注意，手铐，来，好，到手铐，来，摄影，来，组长，来，拍了以后哈，拍了以后不要乱传了哈。内政部长何尝不是这样？行政院长不是吗？总统不是吗？整个政府都是收割大队啊！难道这才是符合拍马屁的精神吗？Thank you.